吐槽，我朋友说福州有一个高科技鸡蛋汉堡，啊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，那我们出发去看一看吧。据说你这个是第三代机器是吗？第四代了。第四代？哦，行，第四代牌子。哦，好，还可以转的是吗？啊，对，哦，蛮高级的。啊，这个东西拍的比手机拍的好啊。对呀，那肯定的，要不然干嘛拿这个拍？那我今天请你吃吧。哎，不用不用，都拿这个拍了就不缺那个钱了。那跟钱没关系，这个。哪一个是我的呀？这都是你的。哦，不用不用，我只要拿两个就可以了。没有，放东西了已经。哦，好吧，谢谢啊。没事。有点不好意思。哎，这个没什么。这。我要谢谢你。哦，不用不用。摄像机，清醒一点。对焦我。哎。哎。那不是对上了吗？没对啊，他就。你对上了。啊！你打扰我，你打扰到我跟我的相机聊天了。让开，就是鸡蛋汉堡，它是加料就是加那个酸菜，还有他们家特制的那个辣椒酱跟番茄酱。那我呢，先吃一个原味的。它这个鸡蛋汉堡真的做出来真的很香，颜色真的就是油光放亮。哎，这好吃到会饿昏的地步，就是你为了它可以就是结一次婚，然后再离一次婚，再结婚，饿昏，就是它真的好好吃啊，就。他跟结婚有什么关系？有啊，就是结婚很麻烦啊。反正这个很好吃，就是想体验二婚，干嘛？你不说你不吃？就是如果想体验二婚，可以吃下这个鸡蛋。跟你说一下，汉堡就好好吃，它这个肉馅调味调的恰到好处。这是不辣的是吗？是。你看，而且它的鸡蛋好嫩，它外面的饼皮是那种软塌塌的，是吧？很好吃是吧？哎，这是 the East Side Johnny Big Redemption Light. Know what I'm talking about? Hold up! Who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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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et out the way! 这个呢是里面有加酸菜的，然后也有加番茄酱跟辣椒酱。哦，这个应该味道层次会更丰富。命中注定就是他啊！怎么说？就比如说他，我是睡美人，他就是吻醒我的那个王子。哦，好好吃，好吃的一塌糊涂。